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。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。好了，现场到了我们100位猜评团成员投票的时刻了，请拿出你手中的投票器，投给你认为是任贤齐声音的那个号码，请投票。三，赶紧赶紧，二。